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变形警车破例的新玩具。玩乐三分钟。这是红色消防车罗伊，罗伊出发，路过商店，打开车库门，让罗伊停进去吧。关好门。这是蓝色警车破例，破例出发，路过超市，打开车库门，让破例进去车库，关上门。这是粉色救护车安巴，安巴出发，路过农场，打开车库，让安巴也进去车库里，关上门。这是罗伊的灭火器，这是破例的电钻，这是安巴的护士服。一、二、三，打开车库门，罗伊出发喽！关好门，拿上罗伊的灭火器，罗伊要去灭火啦！到达灭火地点，开始灭火吧。火扑灭了，罗伊任务完成。打开门，警车破例出发。关好门哦。拿上破例的电钻。破例要去抓小偷了。小偷在这里，掉个头，把小偷抓上车。任务完成，再打开门，安巴也要出发啦。关好门，拿上安巴的护士服，安巴要带病人去医院，病人在这里，掉头，上车吧，出发前往医院，打开第一扇门。消防车罗伊回来了，进去车库停好吧。打开第二扇门，警车破例回来了，也进去车库停好。打开第三扇门，救护车安巴也回来了，进去车库吧。